大家好，欢迎收看发达广场的直播环节。坐在身边的嘉宾有我们研究部的经理陈伟聪 Jason。Jason 早晨。是，孙莹你好。是，跟 Jason 跟进一下呢，周大福方面呢就公布了一些数据。公布了六月底止的首财季的经营数据。就看到他们首财季的整体销售额呢就按年下跌了32%，而同店销售呢就倒退了40%。整体的零售值下跌的32%之中呢，有内地就佔了24%，而港澳和其他的亞洲地區就佔了43%。看回同店銷售就跌了40%，內地就佔了當中的28%，而港澳和其他的亞洲地區就佔了50%咁多嘅。似乎港澳地區的業務都拖低了整個的表現。周大福就解釋話，零售額嗰個下跌始終都是講翻舊年嗰個搶金潮推高了嗰個基數，就影響到今年可能就做得冇咁好。咁嚟緊下半年咧，就可能係一個嫁娶嘅旺季啦，同埋講緊啊，就係個搶金潮就過咗啦，即係上年就係四五月呢段時間啊嘛。咁嚟緊就個基數可能應該都冇咁高噶啦。咁銷售方面啊，或者數據上面嘅即係改善空間大唔大咧？係啊，嗱，講緊即係你話周大福今次出嚟呢個數咧，同店銷售跌咧就預咗嘅。咁因為都睇翻之前啊，香港嗰邊咧其實都出咗啊。四月份啊，同埋五月份整體嗰個嘅零售銷售啦，咁當中都見到黃金、珠寶等等呢一類嘅奢侈品咧，個跌幅咧都係相當之明顯嘅。咁所以你話即係作為賣金嘅啊嘅龍頭公司啊，包括你話周大福啊、六福等等呢類型嘅鋪頭咧，都預咗喺呢兩個月個生意咧都一定係會出現翻一個按年倒退啦。咁啊，事關大家一定都仲記得啊，舊年咧三月份嘅時候個金價就大跌啦，咁令到好多人咧嚇都喺四月份啊，同埋五一黃金周嗰段時間就嚟香港咧，去到不斷啊買翻啲即係飾金啊、金條啊等等嗰啲嘅產品啦。咁所以就令到舊年嘅基數咁高咧，今年呢兩個月做得差咧，都係意料之內嘅。咁但係如果你問到話去到即係嚟緊下半年啦，的確啊，講緊舊年嗰個基數咧就慢慢係叫做回落翻啦。咁因為搶金潮都係去到五月中左右咧，就基本上係完結㗎啦。咁所以都可以展望咧，就話今年嚟緊嘅時間咧，周大福個同店銷售咧，應該就可以啊，就係、是、即係跌幅起碼會係收窄啦，就唔會話再跌成30-40%咁誇張啦。咁但係你話可唔可以啊咁快回復翻？講緊係即係兩三年前啦，每個月平均都有成即係20%-30%呢一個增長幅度咧，相信機會都唔大嘅。咁我相信都只能夠話去翻一個持平啊，甚至乎你話可能啊倒退少少啊等等呢一類嘅即係結果啦。咁因為啊，即係講緊今年下半年，就算係屬於嫁娶旺季都好啦。咁但係好多啲新人啦、啊，又或者佢哋一啲嘅家庭方面咧，都唔會話真係去到咧結婚之前嗰個禮拜先至去買啲金嘅。咁好多啊，都即係特別你話內地嗰啲嘅即係朋友咧，咁可能啊都即係見到舊年個金價跌啦，咁好多都部署定咧，就已經喺舊年年中左右啊，即係四五月呢段時間咧，就已經係落嚟香港買咗好多金，就貨今年嗰個嘅嫁娶啦。咁所以變相你話嚟緊下半年個嫁娶旺季咧，未必可以進一步咧就話推高嗰個啊金色嘅銷情嘅。咁變相啊，講緊周大福啊或者六福等等呢啲公司咧，下半年即使個同店銷售嘅跌幅可以係收窄都好啦，咁但係就好難話咁快回復到咧去翻啊，即係兩三年前嗰個嘅光景。咁即係始終都係兩三年前都係做得好好啦，呢年都係暫時嚟講咪麻麻地啦。咁其實都再睇翻咧，周大福都有表示就係嗰、那個將個產品組合去改變啦。咁睇翻佢個珠寶、雙嵌首飾同埋黃金產品嗰個銷售情況咧，都有改變嘅。喺睇翻上個季度個珠寶首飾對於個總零售額咧嘅佔比就由17%增加到去28%，而黃金產品對於零售銷個零售額嘅佔比咧就由5%-6%減到去50%嘅啫。其實係咪嚟緊嗰個趨勢咧，都要由即係由偏向去珠寶、雙嵌首飾嗰邊咧，個比重會越嚟越高咧？同埋而家嗰個黃金需求個熾熱係咪唔即係冇咁熾熱咧？咁數個數嚟講，應該點樣去睇啊？係啊，講緊你話黃金呢一類嘅產品咧，就相當之係即係周期波動嘅。咁因為啊，舊年你話個金價突然之間大跌咧，就的確令到好多人就貪平啊，買咗好多金啦。咁當陣時佢哋買金個心態咧，都係抱住就話
位，當陣時跌咗咁多啦，會唔會啊？未來呢幾個月有機會有個反彈，咁所以佢哋就希望趁低吸納翻啲金條咧。嚟緊個金價一升咧，就放翻出嚟啦。咁但係幾可惜嘅地方咧，就話喺呢一年裏邊啊，個金價都只係維持喺大概1200幾啊、1300幾呢一啲啊，相對嘅低位嗰度係遊走啦。咁變相咧，講緊如果你話大家都覺得成個黃金嗰個牛市叫做過去咗啦，之前預期個反彈係冇出現到，甚至乎大家都覺得嚟緊啊，當美國方面真係開始加息，個金價係繼續跌嘅話咧，咁我相信喺現階段，無論係內地嘅居民啦、本地嘅市民咧，其實都未必話咁快有意欲咧去到再買一啲嘅即係金色產品嘅。咁所以你話呢一類型嘅鋪頭啊，將嗰個嘅產品組合嘅結構有啲嘅調整咧，我相信都係啊合情合理啦。咁至起碼講緊你賣鑽石啊等等呢啲咧，雖然你話就唔會話突然之間係暴升嘅，咁但係至起碼咧就唔會話咁受到嗰個加息周期影響啊，唔會話咁受到咧嗰個金價嘅波動影響啦。咁所以如果你話以一個穩定性嚟計咧，買呢啲嘅即係鑽石產品咧，相對會比較好。咁但係都要留意喎，因為始終你話呢啲嘅鑽石啊，或者可能啲係即係名錶啊等等呢啲嘅產品咧，喺以往嚟講咧就可以賣得比較即係貴啲啊，買一啲啊講緊係可能七位數字嘅貨品啦。咁因為當陣時 target 嘅客咧都係一啲啊比較有錢嘅自由行旅客。咁但係你話最近呢兩年啊落得嚟香港最多啊最密嗰班咧，偏偏就係講緊啊1000多行嗰方面咧一啲啊深圳户籍嗰啲嘅係即係居民啦。咁呢類嘅居民落到嚟香港咧又唔係話真係好大嘅消費力嘅。咁講緊佢哋買嘅大部分都可能集中喺一啲嘅食品啊一啲嘅必需品上邊啦。咁你話佢哋要去買鑽石要去買名錶咧，相對嗰個嘅量咧都係比較少啲啊。咁即使佢哋真係買都好啦，咁都可能話喺以前講緊可能啊七位數字嘅一隻錶，到而家咧可能啊即係要去到咧幾萬蚊啦，又或者貴少少都可能係10-20萬嗰類嘅品種嘅。咁變相你話嚟緊呢一類嘅銷售店鋪咧，都可能要改變翻嗰個嘅檔次啊。以前就主力賣高檔產品，個毛利率可以好高啦。咁但係未來嚟講咧，我相信個檔次咧都可能要有少少嘅調整啊，就唔能夠都只係針對一啲咧high end 嘅客户啦。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究竟個毛利率方面會唔會都有個壓力存在咧？咁到最後都同 Jason 再跟進一下個股價走勢啦。咁啊睇翻有份報告啦，摩根大通咧就上調周大福嗰個目標價，由13個之前嘅13蚊咧去到13.4，維持一個增持嘅評級嘅。咁佢就話見到六月份嗰個國內嘅銷售咧就逐步改善啦，個基本面都幾穩固嘅。但係咧就講香港個業務咧比較疲弱，咁但係又睇到啦，香港業務疲弱方面咧都係暫時屬於一個短性啦。咁一周大福就做緊11.38，已經跌緊挨近4%嘅啦。其實你認唔認同呢一份報告所講咧？即係仍然基本面都係好穩固咧，係咪真係仲有上望嘅空間？還是呢段時間始終都係麻麻地咁咧？我都有少少保留嘅，即係你話佢定個 target 都擺到係13.幾啦。短期之內要上翻去咧，似乎嗰個嘅機會唔係話咁高啦。嗱，咁啱啱都講過，雖然你話下半年個同店銷售跌幅係會收窄嘅，咁但係啊，基於嚟緊內地嗰邊又話個自由行可能嚟香港嘅數目會減少啊，同埋個毛利率方面都仲有壓力咧，咁我相信。你話要個股價或者要個業績咁快翻去啊，就話之前嗰啲嘅高水平就應該比較難啲嘅。咁所以個股價走勢方面啊，你見到佢今日一個裂口咁樣係即係低開，再跌穿埋條20天線咧。咁我相信咧就代表咗之前啊由六月份開始嘅上升浪啊，或者個反彈浪咧，就應該叫做告一段落嘅。咁呢一陣大家要留意翻啊，如果你話嚟緊跌甚至乎連係11蚊都穿埋咧，咁就有機會新一輪。下跌浪就會再次展開啦。咁到陣時，你話真的要揾個比較大嘅支持咧，都可能要揾翻啦，就係5月份大概係10蚊嗰啲低位嘅啦。好啊，唔該曬阿 Jason 嘅詳盡分析啊。咁先同你做翻一個申報啦，啱啱所提及呢只周大福有冇揸住嘅？好啊，唔該曬阿 Jason 啊。咁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問答環節嘅。咁家庭觀眾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嘅問股熱線2804-6566。我哋轉頭再見啦。